我叫刘佳，是一名芳疗师，南方微凉品牌创立人。我喜欢采集时令植物，制作芳香保养品，给肌肤以天然的呵护。小寒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，天气干燥，人体肌肤缺乏水分，容易暗淡粗糙。这个时节，大部分植物进入最萧瑟的状态，而此时腊梅盛开。取绽放的腊梅来制作冬季保养品，再合适不过。今天我们就用腊梅做底油，其他原料在网上购买即可，在此基础上做护手霜和面膜。熬制腊梅油需要腊梅枝条若干，摘下花瓣，用干布擦净，除去浮尘和多余的水分。花瓣清洁完毕后，放入250克荷荷巴油中。小火慢慢熬煮，直到花香四溢，花瓣的水分蒸发即可。将腊梅花瓣过滤取出，腊梅油倒入杯中，冷却备用。我们先来制作护手霜，把天然蜂蜡30克，乳木果油40克，腊梅油15克，紫草浸泡油10克，依次放入烧杯中加热。适当搅拌，直到完全融化。为了让护手霜的功效和香气更突出，可以在油脂完全融化后加入精油，分别是红橘、乳香和檀香，各10滴。再次充分搅拌后，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，静置一小时左右，等它彻底凝固，小心脱模，护手霜就完成了。用腊梅油搭配矿物泥和精油制作的面膜，可起到净化亮白的功效。将高岭土20克，姜黄粉6克，倒入烧杯中，再加入纯净水12克，充分混合成粘稠的泥状，再加入腊梅油2克，柠檬精油3滴，丝柏精油2滴，杜松精油3滴，充分搅拌，面膜就制作完成了。这类面膜适合现做现用，每周1到2次，夜间使用，避开眼周涂抹，保留10分钟左右，温水洗净即可。这个冬日，让我们告别暗沉、了无生气的肌肤吧。